大家都不会知道你到底要扫到哪里去，就是前面两只手下下下下下，不知道你但是他都接得到，会唱，我终于知道 Candy 昨天那句话的意思，你知道为什么他都接得到？我打前面，我有想到，但是因为那个地方我已经没办法出，没办法出，没办法勾一勾。所以其实就是因为你要求到几个过程，让自己都没有办法有力量去回报。我就觉得我站的地方已经没有办法让我出力达到后面。哦，所以你没有先准备，如果这边先准备好，哎，重心过去，开始这边，他就会打前场。对啊，就变成如果都只有打前场，他就真的没有防到，因为他跨不了。
气。小球都放不进。想要打铜板哦。哎，要再打一次，要再打一次。他跟志强，由朱老师、朱老师对陈文丽，前场第一位，下一场上准备。哦，好酸哦。哎，没有。转。我就冲过去了。9-9
八右边，